你给我一场戏，你看着我入迷，被你从心里剥。有这样的老师，你每天来不来上课？想咋耍就咋耍，龙种。经常被女人骗，但是大哥不在乎，这是大哥找真爱的必经之路。哎呦我的妈！大哥经。你如何癞蛤蟆吃到天鹅肉？可秘书，癞蛤蟆如何吃上天鹅肉？47A 47B。47K 48A， 懂了。
my big neck. Mine is selling crick neck for the stick neck. And I got a big, big neck for the chit chat. Can you drop out? Drop it on my car. 姐，找你借点钱。你借多少啊？你有多少？我好像只有大概2000。那我找你借个5000，你还欠我3000。那我就还给你啊。没事，没东西。别相信爱永不会绝迹，谁能抹去那些古老传奇？我们生活尽勇气和信心，就能够无敌。渴望每个明天，绝不放弃，努力燃烧永不完的火力。当中我不该用钱，如今不会最有此见，命运的注定，何必做对勇气上前。你喜欢你老婆，我也喜欢你老婆，按照道理来说咱们俩是一伙的吧。哥们儿，为什么你还要打我呀？如果你不爱我，就把我的心还我。我愿为你放下全部，此生让我来赌。红色彼岸花，花瓣遍地撒，谁会在？我去问了谁？我想说，不懂你是怎样做到如此冷漠，已经带着没见过你灿烂笑容。梁占懒身似水，跟他走了极空虚。哎呦我的妈！告别了昨日的爱意，情让爱当中我不该用钱。重重埋葬心底成悲伤，你的笑就像割我肉的刀。你说你还是爱我。Pass it, 等到天边月亮入睡，等到姑娘把口弦揉碎，等到我把心儿唱碎。屁股的大小就是择偶的标准。屁股是干嘛？屁股是用来做江山的。男人为什么喜欢车？男人为什么喜欢好车？就是屁股的放大。你那屁股跟锥子似的，你能干。